功能表是最重要的地方了哈。那这里面比如说我们老师最常上课的情况就是拿电子书出来讲，对不对？可是这是一个黑板哈。那如果你要把教材全部复制过来，其实有点辛苦。那所以我们可以使用第一个按钮，这一个叫做Windows 的界面跟 MyRubo 的界面做切换。那所以如果你切换到 Windows， 它就会回到你的电脑桌面。那回到电脑桌面的时候，你就可以用你现有的教材或者你的电子书去做教学。好，可是你看哦，这个功能表还是在，对不对？还是在哈，所以这边有的功能还是可以用哦。那也就是说，假设我要强调这个部分，我可以画笔打开。好，我可以开始去做说明。好，所以等于说它就是一个辅助你上课的东西，所以你即使你今天不用它的 MyRubo 的你不是自己做讲义的也没有关系，你就用它的工具列去用你现在的电子书去做教学的运作，好，做教学的运作。那所以包括像这个百宝箱里面，好，百宝箱这个里面它有一些小工具，比如说放大镜，好，百宝箱里面工具里面有一个放大镜，你把它打开之后，好，你把它挪到外面之后，它就可以做放大的功能，好，就可以做放大的功能。然后呢，一样在百宝箱的工具里面，好，这个不用要关掉哈，好，一样在百宝箱的工具里面。这个叫 spotlight， 啊，当你要聚焦某些事情的时候，我就把它拿出去，好，它就会把其他都变黑，啊，只有聚焦到你要看的地方，好，那不要用就，然后这个大小是可以拉这个旁边的圈圈，啊，可以变形，那你拉圈圈以外的地方就可以移动位置，好。那这个是一般我们使用你使用固定的那个什么康轩啊南一电子书的时候，那我们一样可以用它的工具，好，一样可以用它的部分的工具来做使用，好，各位可以先试一下。那你要切回 MyViewBo 呢，就点这个 MyViewBo 的图案，好，它就可以在两边做切换，好，所以这是第一个按钮的功能，好，请各位试一下，没问题请你输入3。一般来讲那个画笔，画笔跟工具，百宝箱里面的工具，这里面都是一般平常上课会用到的，尺啊圆规啊，它的圆规还是可以画画的，比如说这个圆规你拿出来，它可以移动半，可以修改半径，然后你拉动这一支笔有没有，就可以直接做画，直接可以画圆圈，可以移动位置，比如说我以这个为圆心，然后呢你那个距离要多长，它还会出现几公分，假设我要1公分我就拉1公分，然后再接下来就拉着笔绕一圈，它就画出1公分为半径的圆，所以这些工具其实蛮好用的，我们就直接把这些讲掉好了。好，那还有比较常用的，比如说数学课，这个是数学方程式哈。那你点开之后，它会出现一个视窗啊，把它拉出来之后，会出现一个视窗，这里面直接用手写。好，所以如果各位有手写板哈，手写板大概500-600块，600块就可以买到，不用去买那个绘图专用的哈。就买一般的手写板，也会比你用滑鼠写的漂亮啊。比如说我在这边，我就直接把数学式子写上去，然后它就上面会帮我自动做辨识啊。如果你觉得这样是对 OK 的，你就把它插入，它就会变成那个电脑的字，不对再修改就好了，所以它的工具百宝箱是蛮方便的，各位这边可以先试一下，给各位1分钟哈，这个部分稍微先试一下，那没有问题就请你输入3了哈，输入3。
好，这个是我们在平常电子书的时候就可以使用的。好，各位试一下百宝箱里面的常用工具哈，那个放大镜跟 spotlight 那个非常常用得到，还有一些数学的量角器啊、直尺圆规，好，这些都蛮好用的。